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废气在循环壁控制电路的范围性能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该诊断故障代码 DTC 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，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了废气在循环系统的装有 OBD2 的车辆。车辆品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路虎 GMC 雪佛兰道奇克莱斯勒福特丰田本田等。 尽管通用，但具体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 EGR 废气再循环系统的目的是将废气重定向回气缸。由于废气是惰性气体，因此它会置换氧气和燃料，从而降低气缸温度，进而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量。因此，需要小心地将其剂量加入气缸，通过 EGR 阀，以免对发动机的性能产生不利影响。 EGR 过多，发动机将无法怠速。 如果您有 P045B， 则 EGR 阀很可能是电动 EGR 阀，而不是真空控制 EGR 阀。而且阀门通常会内置一个反馈系统，该反馈系统会通知 PCM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阀门处于什么位置、打开、关闭或介于两者之间。PCM 需要知道这一点，以确定阀门是否根据需要运行。 如果 PCM 确定阀门应处于工作状态，但反馈电路显示阀门未打开，则将设置此代码；或者，如果 PCM 确定阀门应关闭，但反馈信号表明阀门已打开，则将设置此代码。请参阅车辆特定的维修手册，以确定在您的特殊情况下哪个是 BEGR 回路。潜在症状除了 MIL 故障指示灯或检查发动机灯之外，可能没有 P045B 故障代码的症状。 但是，由于进气歧管中积碳等问题，废气在循环系统固有的存在问题，这种正常积聚可存在于 EGR 阀中，当应关闭时将其保持打开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发动机可能会空转或完全不空转。如果阀门发生故障并且没有打开，则症状将是更高的燃烧温度，结果是更高的 NOx 排放量。但是后一种症状对于驾驶员来说并不会很明显。 原因此代码通常指向积碳或 EGR 阀损坏，但是这并不排除以下情况：5伏参考电路的开路或短路，接地电路的开路或短路 ，PCM 控制电压电路的开路或短路。我们鼓励您参考特定年份、品牌、型号和引擎的车辆特定维修指南。以下信息实际上是更一般的信息，还要确保检查可能适用于您的车辆的 TSB 技术服务公告。 使用扫描工具命令EGR阀壁打开，同时观察实际 EGR 位置，可能会标记为所需 EGR 或类似名称。实际 EGR 位置应非常接近所需 EGR 位置。如果是这样，则问题可能是间歇性的，此后可能是由于积碳而排出的碳，也可能是 EGR 阀绕阻不良，随着阀门温度的变化而断断续续的打开或短路。 如果 EGR 所需位置不接近实际位置，则拔下 EGR 传感器的插头，检查连接器的5伏参考电压是否良好。如果未显示参考电压，请修复5伏参考电路的开路或短路。如果参考电压为5伏，请使用扫描仪激活 EGR， 并使用 DWM 数字伏特欧姆表监控 EGR 接地电路。它应该表明一个好的基础。如果没有，请修理接地电路。 如果接地良好，则检查控制电路，它应指示根据 EGR 打开百分比变化的电压。随着开度的增加，电压应相应增加。如果是，则更换 EGR 阀。如果电压没有逐渐增加，则修理 EGR 控制电路中的开路或短路。